是刘德华。有人问我一天照几次镜子，我以前没数过，但是最近我发现也不多啊，我感觉每天我大概照50几次这样镜子，但是有一个习惯啊，我每一次经过那个镜子的话，我一定停下来，然后看镜子，看着镜子，看看自己的样子，这样拨一下头发，笑一下，就跑掉。刘德华拨头发的样子还真是标准的自恋狂。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照镜子？是因为我感觉我的样子有一点奇怪，我眼睛好像长了一点，鼻子好像大了一点，嘴巴也小了一点。如果我眼睛可以圆一点，鼻子窄一点，嘴巴厚厚的，然后大一点点的，多性感，样子才对。男孩子应该有一个性感的样子。什么啊？你对自己的长相都还不满意？那我们其他人是不是应该去撞墙啊？有人比我还喜欢照镜子？没可能的，我是世界上最喜欢照镜子的一个男的，没可能有人比我多的。